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把他逼入绝境。就是第二天开院的时候就没人了，逃账的人来了，要钱的跑到家，喊绝代码。重建牡丹园能否迎来牡丹旅游事业的又一次崛起？我说这赶不上他们，我觉得这对不起他们老祖先。错季催花如何实现牡丹四季开花？想开花的时候我不让你开，我延迟你开；不想开花的时候我非让你开。牡丹花开财富来，看傅正林怎样从牡丹花里挖掘财富。龙广天地马上播出。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你好，观众朋友，很高兴和您相约在龙广天地。河南省洛阳市的傅正林是一个钟情于牡丹的花痴，30多年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矢志不渝致力于牡丹花卉产业的发展。如今他不仅在牡丹旅游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而且还把当地的牡丹花卉产业引领到了一个新高度。他是怎么做到呢？这里是河南省洛阳市郊的一处牡丹、芍药、鲜切花种植基地。每年四五月份是鲜切花采摘的旺季，基地里的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你的这个采的时候啊，这个下边必须保证得留3片叶子，这一二三，然后保证一个切丝长度。先求质量，不求你数量，先把质量弄好，然后质的在变化上数量。傅正林是这里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个基地的面积有1000多亩，是目前洛阳最大的牡丹、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在河南洛阳地区，牡丹花蕾的形成时间集中在4月中旬到5月上旬，做鲜切花的牡丹对花蕾的开度有严格的要求。像这个吧，刚好就是露红啊，有一片叶子已经张开了，这叫开度一度。那么就是一般呢，就是1度到3度，就是采切这个时间是最关键的。花蕾采早了，花朵开放的时间就会延迟；采晚了，切花的品质就会下降，经济效益也会大打折扣。从当前我们这个销售的情况来讲，市场价应该是2.5块左右，2.5块左右啊。然后呢，这一亩地大概就是能切8000枝到10000枝，一亩地就是20000块。一亩地20000元，1000亩地就是2000万元。看来种牡丹给傅正林带来的财富可真是不菲。那么，傅正林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牡丹的呢？种植牡丹又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变化呢？这一切还要从头开始说起。傅正林的家乡在河南洛阳，洛阳自古就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种植牡丹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的全国性推广，洛阳牡丹的知名度不断提高，牡丹花的需求量和价格也在逐年增长。此时，洛阳周边的农民都开始种起了牡丹，傅正林也不例外。大概有种植的有达到有10亩啊，那时候的10亩牡丹花也是慢慢通过繁殖啊，也是不得了。傅正林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很快就将种植的牡丹销到了广州，并赢得了香港客商的青睐。这个香港一个老板，哎，一看我的东西特别好，按花苞数，一个花苞15块钱，就是有一个花苞算一个花苞，哇，这个一下子给我买掉了。哎呀，这一下把我高兴坏了，一下子在赚了4万块钱啊！当时你挣10000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讲啊，你这个那是很不得了的。没过几年，傅正林就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
种植大田牡丹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开始加剧，种植效益也在逐年降低。此时傅仲林发现洛阳市的牡丹文化节却一年比一年火爆，观赏牡丹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有的牡丹园一个旅游旺季就有几百万元的收入。大家一块去王城公园看牡丹花，去的人我看有10000人，就是人山人海，当时给我非常震撼。全国人来看牡丹，包括世界人来洛阳看牡丹。颇有商业头脑的傅仲林看到了发展牡丹旅游开发应该比种植牡丹更有前途。2002年，傅仲林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洛阳市正好有一个经营不善的景区要转让，于是傅仲林承包了这片占地百亩的景区，并把自己大田里的牡丹全部移栽到了景区内。你要知道，建成一个观赏园，如果从基础设施投资，你发展100亩地，也需要400-500万。我借了很多很多钱，很多很多钱，到处反正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啊，因为这里边资金缺口太大了。我坚信能把这园子建成，咱都有出路。2003年初，洛阳市唯一一家民营牡丹园神州牡丹园建成了。为了迎接开园，傅仲林还投入上百万元做了各种广告宣传。当时请了很多的演艺啊这一块都在这边搞一个大型的活动嘛，因为要招揽人气。正当傅仲林信心满满准备大赚一笔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正在向自己袭来。就是我开业的第一天，是4月6号，这牡丹花开的正好的时候，飞电来了。就是第二天开园的时候，就没人了，不让人溜，走动就没人了。我一个人闷了，还要求还要关门。突如其来的飞电一下子把傅仲林打懵了。牡丹园才开业几天，门票也只卖了20000多元。本指望这个春天能稳稳地赚上一笔，把借钱的窟窿堵上，却不成想就这样关门歇业了。傅仲林一下子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这个飞电一来呢，门一关，要钱的人来了，讨账的人来了，要钱的跑到家喊绝带骂，咱答应着开了也给人家钱，是吧？就钱都没换上，你想想这个日子，那完日子过不成了。公司的员工要开工资，几百亩的基地还要打理，建园时的工程款也要还，借的外债还一大堆。此时的傅仲林想死的心都有了。几天后，他把公司员工召集在一起，宣布了一个决定。我告诉大家，我发工资今年是发不下来了。我说你们跟着我都跟着我，不跟着我你们走。反正我欠你钱，我反正给你用我的人格担保，将来就是我傅仲林，我卖鞋也还你的钱。然而让傅仲林至今还尤为感动的是，虽然当时大家都非常困难，但面对公司的窘境，员工们竟然没有几个打退堂鼓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傅仲林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2004年，洛阳的旅游业在经历非典的重创后开始复苏。当年傅仲林牡丹园的效益虽然有了很大起色，但仍旧不高。这时傅仲林意识到，如果再照这样继续下去，牡丹园总有一天还要关门。洛阳市区已有大大小小的牡丹园10多家，竞争非常激烈。傅仲林想，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出奇制胜，打出自己的特色。我有一个同学，在日本留学，他说日本的牡丹，很漂亮，比咱漂亮，你可以去看看。朋友告诉他，日本的牡丹无论在品种培育上，还是在园艺化程度上，都是国际上非常先进的。于是傅仲林决定到日本去看一看，看能不能为自己的牡丹园的发展寻点借鉴。2005年，傅仲林来到了日本岛根县一个名叫大根岛的地方。这不看不知道，
看了还真让他吓了一跳。他没想到，在日本牡丹产业竟然如此专业，如此发达。日本的品种多，这个颜色亮，再有它的种植的水平、繁殖的水平，还有栽培的技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当年繁殖，当年可以开花，并且我还看到日本，它可以四季供花，啊，每天都可以供花。在日本，我大概有个六天，我都睡不成觉。能把这个牡丹花做成这样一个一种产品，这个对我的震撼是特别的大。日本之行让傅成林感受颇深，站在自己的园子里，他陷入了深深的反思。跟日本相比，自己的园子顶多也就算个苗圃。中国是牡丹的故乡，为什么洛阳牡丹跟日本牡丹差距会这么大呢？经过几天的思考后，傅成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把原来的牡丹园推倒，重新建一个牡丹园，一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牡丹产业路。从它的观光，到它的栽培，到它的生产，一定要赶上他们，一定要赶上他们。我说这赶不上他们，我觉得这对不起他们老祖先。可是，要想重建牡丹园，至少还需要500多万元的资金。当时傅正林手里的资金有限，于是他用自己所有的房产向银行做了抵押贷款，又向亲戚借了100多万元。我们的员工啊，他的公司当前是难关，大家都默默的都把钱借了好多多，包括我的一些这个同业界的朋友啊，大家凑吧，三凑两不凑，也凑了200万。钱有了，可是这园子该怎么建呢？人人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傅成林决定就从甲天下这三个字入手，来建自己新的牡丹园。要建一个具有咱们中国文化特色和科技特色的这样一个园子。这个洛阳牡丹甲天下为什么给中国人民还有世界人民他印象很深呢？就是因为它的牡丹文化的，它是个牡丹文化的载体，首先的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牡丹文化起于隋朝，盛于唐朝，已有1600多年历史，留下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等千古佳句。牡丹以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威武不屈而成为了国人心中的花中之王。傅成林就是要用这传统的牡丹文化来建设他的新牡丹园。从建筑的整个设计的风貌上，一定要体现就是牡丹的个性，就是这雍容华贵，啊，端庄富丽堂皇，大气。唐代和宋代的一些风格，最能体现我们牡丹文化的一些一些精神特质嘛。最终，傅成林选择把唐风古韵作为自己牡丹园的建筑风格。他把牡丹园改成了几个景区，如盛唐建筑的牡丹文化区、古典园林牡丹休闲区、牡丹观赏区等等，并且每天组织数场大型唐风歌舞表演，以此来展示牡丹千年的辉煌历程。这一方法果真见效，的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千里寻宝，三年五次跑甘肃，多年探究，催花梦想终实现。错季催花牡丹如何成为他打开创富之门的金钥匙？不要走开，龙广天地稍后为您继续讲述牡丹花开财富来。有了文化上的依托，只能说牡丹园有了魂。傅正林明白，游客来洛阳主要还是看花的，如果花不好看，牡丹园还是不能活得长久。那么接下来的傅正林又该怎么办呢？
为了能让游客欣赏到全国各地的牡丹，傅正林开始了他艰难的寻花之旅。两年时间，他带领员工开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搜集选择各地的优良牡丹品种。这其中，为了获得一颗纯正的西北紫斑牡丹品种，他先后历时三年多，到甘肃一个农户家去了五次。有一颗牡丹花，这颗牡丹花特别好，很乔化的，2米有2米56的样子，当时是花蕾期，开了有300多朵吧。紫斑牡丹是西北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因其花瓣基部有明显的大块紫斑而得名。傅正林看上的这颗紫斑牡丹至少有150年以上了，无论从花色、品种还是树形，都有很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可当傅正林提出要买下这棵牡丹树的时候，没想到主人却一口拒绝了。那老头出来，这是我祖宗，我不卖，我卖是卖祖宗的，这是我们三辈传下来的。从甘肃回来后，那颗紫斑牡丹的影子一直在傅正林的脑海里盘旋着。对这颗牡丹，傅正林是耿耿于怀。然后呢，就是人家不卖，不卖怎么办？我们每一年逢年过节都是掂着礼物去人家看，成有3年的时间啊，每一年，包括秋天，去看一次。最后一次去甘肃，傅正林决定换种方式，他让在洛阳林科院工作的研究员赵坤来说和这事儿。神州牡丹园呢，也是个大园子，在洛阳很有影响力的园子。这个苗子走过去呢，你可以拱向，哎，你还可以拱向，也可以给你这个建立档案呢。我说这样啊，我说老先生，我的人比你多呀，你看我的照片，这么多人看的，能把你这个紫斑牡丹，能让全世界都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更重要的你是把你的富贵，也可以叫大家来分享嘛。啊，这样分享，就这样打动老先生。傅正林最终把这颗紫斑牡丹运回了洛阳。像中原牡丹啊，就是比较长得比较矮一点，西北牡丹它可以一个季长到2-3米，就像这颗大概就2.5米，能长到枝株特别的高大。种了这么多年，它已经适应咱们这个洛阳这个气候了。到2007年底，傅正林已将我国的西北牡丹、西南牡丹、汉地牡丹、中原牡丹以及国外牡丹1000多个品种都搜集到了自己的牡丹园中，他的牡丹园也成为了洛阳市牡丹品种最多的牡丹园。傅正林搜集这么多牡丹品种，可不仅仅只是为了观赏，他心中早已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将牡丹园建成一个牡丹繁育基地，培育四季牡丹。四季开花呀，我在日本看到以后，他可以做到，我们洛阳是更应该做到。日本之行让傅正林看到，日本牡丹园之所以经营得那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实现了牡丹一年四季都能开花。而在洛阳，牡丹园的花期主要集中在每年4月份，看花时间只有40天左右，牡丹花期过后，牡丹园又是人去园空。傅正林想，如果自己的牡丹园也能实现一年四季都有牡丹花开，牡丹园的收入一定会翻好几倍。花需连夜发，或即报春枝。在冬天里边，想看到牡丹花啊，等牡丹不开放的时候，看到牡丹花，那是武则天那时候一个梦想。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实现这个全年可以看到牡丹花。花需连夜发，莫待晓风催，这是民间流传的武则天与牡丹的故事。武则天冬天传旨要赏百花，可是只有牡丹迟迟未开，于是武则天大怒，命人火烧牡丹，并把牡丹由长安贬到了洛阳。
这当然是个传说，但是要想让牡丹一年四季开花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傅正林却要让这成为现实。2007年，傅正林联合洛阳市的牡丹专家，从他搜集的1000多个牡丹品种中，先选择了50多个适宜错季催花的品种，开始发展错季催花牡丹。所谓错季催花牡丹，就是先让牡丹进入冷库，使牡丹提前进入休眠状态，之后再让牡丹进入大棚，通过温度、光照、水分、养分等条件的控制，让牡丹随时开花。要实现花开随人意，你必须要把这两个催花要做好啊，一个是促成栽培，一个是移植栽培，啊，促成栽培呢，只有在低温的情况下我要升温的，那么如果在冬季呢，那我肯定要是升温的。那么夏季是什么概念呢？那你本身你是处于夏季，前期这个苗子是在冷库里存在的，那么我要降温，降到春天的气候条件，又降回春天的气候条件，这叫逆植栽培，然后我再慢慢的再升上来，使你在模拟的人工环境条件下达到春天的那种气候条件。为了能够掌握每种催花牡丹精确的开花时间，傅正林联合牡丹科研专家，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做实验，精确记录每一个催花牡丹品种每天生长的温湿度及生长状态。经过3年的试验摸索，傅正林他们终于掌握了每个牡丹催花品种在不同条件下开花所需要的生理参数。每个品种要摸清它的生长习性，就根据它的品种来这合理的，就是科学的给它制定一套，就是一种催花的这样一个流程，这叫一个流程，就是催花的操作流程来啊，这样它才能慢慢的花再开开，才能出来的很漂亮的花。正是靠着文化和科技的创新，在他的园子里，游客可以一年四季都能观赏到牡丹花开。牡丹园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0多万人次，光门票收入每年就达到了1000多万元。因为我听说别的园子里边牡丹花好像都没了，这个季节就这个牡丹园里边还有，所以我过来看一看。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的牡丹，以前没有见过这种颜色的。挺漂亮，可大啊，特别大。可是用催花的品种，就是我们已经筛选了这些品种，大概有170多个，涵盖了9个色系，10个花型，啊，那么就是我们当前，就我们催花的规模，现在已经超出日本了，啊，我们的品种也超出日本了。随着错季牡丹催花技术的成熟，傅正林通过嫁接繁殖，每年生产错季盆栽催花牡丹100多万盆，除一部分用于自己的牡丹园观赏展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销往市场，每年仅盆栽牡丹销售额就达到2000多万元。错季催花牡丹的成功，让傅正林发展牡丹产业的信心更足了。2016年，傅正林又发展起了牡丹芍药鲜切花种植。目前，傅正林鲜切花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只，销售额2000多万元。除了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外，还出口到欧洲、大洋洲、东南亚等地区的鲜花市场。他也因此成为我国唯一一个打入澳大利亚鲜切花市场的花卉商。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为我们还原当时游客观赏洛阳牡丹盛况的一句诗。如今在傅正林的努力下，花开花落仅20日的牡丹已经能四季开花，供人随时观赏。科技和文化与牡丹的结合，不仅繁荣了牡丹旅游产业，也催生了一条新的花卉产业之路。这就是傅正林带给我们的启示。好了，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可以登录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下期节目我们再会。